十二形拳是以模拟十二种动物，即龙、虎、蛇、猴、马、鹰、鹞、雁、鸡、熊、驼、台的形态技能，仿其形，取其意，立法为拳。龙游、虎扑、马奔、熊靠，蛇的滑动，猴的叼抓，鹰的抓捕，鹞的穿梭，鸡的踢斗，雁的抄水，驼的浮游，台的竖尾等，用于锻炼身心和技击都有实际意义。十二形拳是中国形意拳基本拳法。熊有竖向之力，横膀之劲，机警御手，拙中藏巧，仿其能立为拳。此拳练法，头顶向天，眼神上柱，两拳上顶，裹身插步。拳经据阴阳相合之理，将阴形、雄形二拳合练。练雄形拳，可使阴气还于丹田，纯阳之气升头顶，阴阳合而体健壮。对敌时，两臂护胸，以敌之目鼻为准，两拳一前一后，威力无穷。熊形有起势、右势、左势、回身和收势之分。右势，左拳上端与左脚垫部要一致，右肘前冲时右膀要有催劲儿，左拳前甩要迅疾有弹力。左势与右势相同，方向相反，回身要圆活，头顶上竖，裹身插步，眼神上柱。请再看一遍。车派主张英雄合练，二形合一，练此拳要全神贯注于拳，眼神上柱而头不仰，猛力上顶，拳翻成鹰爪掌，眼神下柱，精稍用力下抓。出世时头顶向竖，身向上拥，落势时身势下俯，抓击合一。
请再看一遍。纵是熊形拳专练两膀之横劲儿，发力由腰至两膀，果臂拱膀左右横出，其劲儿属阳。请再看一遍。但是熊形讲稳重沉着，求静力威猛，全身用力而不呆滞。请再看一遍。张友霖练此拳讲的是阳升阴降，气血舒畅，起如挑担，固法为掌。请再看一遍。
十二形拳是以模拟十二种动物，即龙、虎、蛇、猴、马、鹰、鹞、雁、鸡、熊、驼、牌的形态技能，仿其形，取其意，立法为拳。龙游、虎扑、马奔、熊靠，蛇的滑动，猴的叼抓，鹰的抓捕，鹞的穿梭，鸡的欺斗，雁的抄水，驼的浮游，牌的竖尾等，用于锻炼身心和技击都有实际意义。十二形拳是中国形意拳基本拳法。驼即俗之恶，性凶猛，有浮浪之技，翻波之能，取其形而为拳。练法以两手阴阳相合，左右分拨，两脚沿折线进退，尤其强调以腰为轴，用腰劲儿带动四肢。此拳在人体配肾，久练可疏肝顺气，消食散积。用于技击，内存机紧，外势笨拙，防护严密，进退自如。驼形有起势，驼形左势，驼形右势，驼形回身和收势组成。驼形左势，左脚与左掌要同时收回，再向左迈出，动作要一致。左掌向左前撑出时，掌的外缘用力，腰要塌，头要顶，身要正。右势动作要求与左势相同，是体力场地，可反复练习。回身势，注意向左后转身时要快，两臂摆动要连贯，以腰带臂，灵活不滞。收势仍然呈三体式。请再看一遍。车派练此拳，两手虽有分合，但要一气连贯；手脚虽有分合，但与腰要合成一气。步伐以代步前进或后退，灵活自如。侧身斜步，实为拨转防护，伺机进攻。进步式与退步式要一致，趟数不限。
请再看一遍。纵是驼形泉，去其浮水分浪之能，波转曲折之巧，其劲儿在腰，将手脚肩胯协调，练法有进有退，两臂走弧线，步伐左右斜行。张友林的驼形强调的是灵通于背，活泼于腰，曲中求直，左右分合。请再看一遍。
十二形拳是以模拟十二种动物，即龙、虎、蛇、猴、马、鹰、鹞、雁、鸡、熊、驼、牌的形态技能，仿其形，取其意，立法为拳。龙游、虎扑、马奔、熊靠，蛇的滑动，猴的叼抓，鹰的抓捕，鹞的穿梭，鸡的欺斗，雁的抄水，驼的浮游，牌的竖尾等，用于锻炼身心和技击都有实际意义。十二形拳是中国形意拳基本拳法。台，拳谱曰：有竖尾升高之能，下落倒物之力，仿其能力为拳。练法以两掌左右分拨，两阳拳向前顶击为特点，步伐以前脚斜向前进，后脚吊步跟进，强调力发为履。台型强肾固本，主要锻炼肩肘各部关节的灵活与背臀各部肌肉的弹力。对敌打击目标在敌之腹鳍，交手时调动臀尾制敌于正面。台形有起势、台形右势、台形左势、台形回身和收势组成。台形右势，两臂分开画圆，向腰回收，要同左脚进步一致，落步要实，肩沉腰塌，右脚前进要与两拳前冲一致，腕部与拳心平直，右脚顶劲儿，身体后坐。台形左势，动作要求同右势，唯有方向相反。两式是体力场地，可交替反复演练。请再看一遍。车派认为，台是鱼的一种，取其护尾之能为拳。在形意拳中，步法奇特。进步时，前脚拧，后脚进，后脚进，前脚也随之进，臀尾调动。落步时，两大腿紧靠，后膝前顶腿弯。两腿稳固不摇。请再看一遍。Thank you.
正是认为孩为翼鸟，取其分翅数尾之精，演练台形，讲足膝配合，两手若翅，双向分开用滚、压、裹等劲儿，意在胯臀，不在两拳。请再看一遍。张友林认为台为猛禽，性凶善逐，取其能为权，要求活坚敏足，灵通腰背，闪身闪转，体力轻妙。请再看一遍。
抱拳坐马腿，由下列动作组成：左三体式起势，一，左步抱拳；二，左步抱头裹拳；三，左坐马腿双顶拳；四，左坐马腿双裹拳；五，右步抱拳；六，右步抱头裹拳；七，右坐马腿双顶拳；八，右坐马腿双裹拳；九，回身；十，左三体式收势。第二路，绷拳十字腿。动作组成：左三体式起势，一，左步右绷拳；二，右蹬踢扯钻拳；三，右步左绷拳；四，左蹬踢扯钻拳；五，回身；六，收势。要领：一，扯钻拳的动作必须左右协调，上下一致。一拳回抽时，握阴桌至心口前变拳；一拳出击时，要经阴桌变拳的一瞬间，经其上打出，如剑之离弦。第三路，架压坐盘腿。动作组成：左三体式起势，转身右步绷拳，转身左步抱拳，左坐盘架压拳，右弹踢绷拳，转身左步绷拳，转身右步抱拳，右坐盘架压拳，左弹踢绷拳，回身，收势。要领：坐盘腿要两腿交叉，前腿压后腿，两大腿紧贴，臀部靠在后小腿外侧。转身动作要上下协调一致，架压画弧务要脚架压三进合一。
第四路，穿楼扫堂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右侧左步右崩拳，右弹踢扯钻拳，左步刺喉穿刺，右扫堂搂手崩拳，左弹踢扯钻拳，右步刺喉穿刺，左扫堂搂手崩拳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搂手扫腿转身必须上下协调一致，扫腿时一腿为轴呈半蹲式，另一腿后扫，脚前掌着地，此为半扫腿法。搂手时有如向后搂人，为打前顾后之法。此拳取侧向打法，开始面向右侧45度，扫腿转身后立即面向左侧45度，如此一右一左，打击面颇大。第五路，刁拿堂踢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左步抛拳，右堂踢刁拿手，顺步右崩拳，右步抛拳，左堂踢刁拿手，顺步左崩拳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要领，刁腕端肘勿要两手阴阳相合，堂踢要拳脚掌着力，要横腿堂踢对方的肋骨，刁腕端肘堂踢要上下左右协调，动作迅速。第六路，双展丁字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右丁字腿双展式，右丁字腿裹拳，顺步右崩拳，左丁字腿双展式，左丁字腿裹拳，顺步左崩拳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丁字腿弹踢上步要和上肢动作协调一致，此为上下夹攻之法。双展式时后手握拳要有刁拿之意，并有下压之境，压下时略低前拳，前拳踢出应顺势向前，视为钻进顶进合一之法。第七路，翻劈倒插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左步右崩拳，右弹踢扯钻拳，倒插腿左崩拳，翻身右劈拳，右步左崩拳，左弹踢扯钻拳，倒插腿右崩拳，翻身左劈拳，回身收势。
要领。弹踢上步与扯钻拳，倒插步与崩拳，转身与劈拳，务要上下协调一致。劈拳打击目标为肩部，都是打前护后之地。第八路，裹膝堵门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踏步右崩拳，右堵门腿崩拳，左提腿裹膝拳，顺步右崩拳，踏步左崩拳，左堵门腿崩拳，右提腿裹膝拳，顺步左崩拳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裹膝拳膝里侧为裹胫，膝外侧的为砸胫，堵门腿前踢高不可过尺，动作要上下协调。第九路，穿刺弹踢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左步右刺掌，左步连环穿刺，弹踢右刺掌，右步连环穿刺，弹踢左刺掌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穿掌刺喉要动作连贯，快而有力。刺喉掌以对方咽喉为目标，高低因人而异。第十路，缠手飞燕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左步右崩拳，右弹踢扯钻拳，右扑腿缠手，挑手右飞燕腿，右步崩拳，左弹踢扯钻拳，左扑腿缠手，挑手左飞燕腿，左步崩拳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一，虎腿呲出，脚尖要向里抠，脚掌要紧贴地面，伸向虎腿。二，飞燕腿必须两脚腾空向上纵踢，手势与腿的纵踢协调一致，有如
崔燕之事。第十一路，百连旋风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踏步右绷拳，双拍脚，右百连腿，左翻旋风腿，右步绷拳，踏步左绷拳，双拍脚，左百连腿，右翻旋风腿，左步绷拳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外摆时腰部要挺直，外摆的幅度要大，使腿尽量向体侧摆击。旋风腿的翻身要在前脚提起，后脚起跳时上身前伏，成为翻身动作的横轴。旋风腿的转体则在后腰理合的时候，上身即可直起，成为转体的直轴。此项动作要翻转360度。第十二路，连环鸳鸯腿。动作组成：三体式起势，鸳鸯捕食右踢腿，鸳鸯浮水连三腿，鸳鸯捕食左踢腿，鸳鸯浮水连三腿，回身收势。要领：手脚勿要齐出，上下必须协调一致。连三腿势法一低，手脚相互配合，有如鸳鸯浮水连连向前涌进之势。出手打击，回手刁拿，上打下踢为此拳技法之特点。